揸住啲嘢，傲到出嘢。問佢乜嘢，佢話好嘢。喺年三晚初一，好多華人去嗰個地方會做呢樣嘢。你哋三個估下係乜嘢？就係我平時會開香檳慶祝祈福黨。係求籤，求多條上上籤啊！我宣布，猜燈謎比賽冠軍就是雙冠軍，是來自中東的鐘楚紅和孟加拉的 Ficky。勁啊！